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刚刚收到一份情报，廖高轩正在暗地里秘密地跟共产党来往。这不会吧？据说是他手下的几个老兄弟在帮他联络。这样，你悄悄地去查一查，看看哪几个老兄弟跟他的关系最密切。马爷，就咱这几个人手，他斗不过廖高轩吧？廖高轩如果。 真敢背叛党国，我自有办法处置他。对面的弟兄们，我是郭大喜，仗越头城过来的。弟兄们，咱们很多人都是东北这旮沓的，我就给你们唠唠家里的情况。共产党去咱家乡土改了，地主老财通通被打倒了，把田地、财产都分给了大家伙。 下场！小官兵，怎么回事？这帮兔崽子想当逃兵，发了！死还不够多吗？关队长，我们不是逃兵，我们就是饿的实在受不了了。我们去对面弄点吃的，吃完我们还回来。我们都是山东过来的老兵，能朝哪儿跑，我们就是饿。 夜里的东北兵多，张连长怕他们逃，把吃的都给他们了。我们都两天没吃东西了。哎，都起来，起来！吃点给我。你们分着吃了吧。我们不吃，给张连长吃吧。他都三天没吃东西了，今早上都饿昏了。 吃，我不饿，给兄弟们吃吧。给老子吃！李座，这礼拜都跑了100多人了。 再这样下去，军心就散了。看，我抓回来的逃兵当中集体处决，看谁还敢逃！我们是军人，又不是刽子手，杀自己部队的士兵算什么本事？打仗靠的是军纪。咱们四十五旅从来没有出现过大面积的逃跑现象。照你周团长的意思，咱们还要给逃兵们开个欢送会了。今天早上，我接到洛长官的急电，京城也打起来了。 看来我四十五旅等待援兵的希望是没有了。我早料到这个地方，死守北顺，就是让我们自觉坟墓。死有什么可怕？我楚慕云就是要和共军血战到底，拼掉一个算一个。我们现在已经身陷绝境了，我们还能撑多久？没有必要让无辜的兄弟去陪葬。再抓回来的逃兵，不许枪毙，不许体罚。 关关紧闭就算了，让他们活下去吧。吕座，我不同意。军纪松弛，谁都可以逃，这仗还怎么打？吕座，这不妥当吗？那你们说怎么办？我廖某带兵20多年，治军从来都是上下一心，我最恨的就是临阵脱逃，贪生怕死。我什么时候下过这样的命令？打的是什么窝囊战？ 楚某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你的话我不能苟同。你站住！俺在狗日的！吕素，自从我112团在府城一战损失大半，这个楚慕云就认为他113团是全旅的支柱，而且越来越狡猾。
兄弟部队开始打金城了，廖高轩，你的念想彻底断了。要我说，这北顺城咱早就该打了，一座小小的孤城，还怕咱打不下来？纵队首长的考虑不会错的，我们要算政治账了。再说了啊，北顺县城已经围到这个程度了，我们不急呀，敌人急。老李，我想让余承山去找找贺老七，去探探廖高轩的虚实，他什么心态啊？我还真不信了，他真能沉得住气。王爷，我查清楚了，廖高轩那几个老兄弟里面，嫌疑最大的叫贺老七。贺老七？就是那个百步穿杨的神枪手，对，他性格孤僻，独来独往，谁也搞不清楚他整天在干些什么。另外，你还记得共军在大窝铺搞土改的时候，有个共军叫余承山吗？怎么不记得？那个家伙狠着呢。这贺老七以前和这个姓余的关系最好，我看这廖高轩八成是通过这条路子在联络共军。你给我死死地盯住他，不要轻举妄动。是，我现在要去见个重要人物。这个人在，不怕廖高轩兴风作浪了。谁呀？报告，团座，特务排又抓回来几个逃兵。这种小事问我干啥？毙掉。团座，听说旅长已经下令，不准再枪毙逃兵了。混蛋，不讲规矩，还怎么治军，怎么打仗？楚团长这么大的火气呀，不就几个逃兵呢，何必呢？啊，你来干什么？楚团长是在指桑骂槐，对某个人发脾气吧？马站长不请自来。究竟有何公干？明人不说暗话，我今天来找你有要事相商。我是堂堂军人，只管明明白白的打仗。马站长是保密局特务，专干鸡鸣狗盗的事情。你我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你有何事与我相商？楚团长，咱们之间确实有很多差异，但是有一件事我们是相同的。什么？仇恨，对共产党的家仇国恨。此话怎讲？据我所知，楚团长的老家在山东沦陷区，共产党搞土改，把你家搞得家破人亡。没错，老子跟共产党仇深如海，我老父亲是远近闻名的大山人，被他们当作恶霸地主给杀了。我大哥老老实实做生意，被他们当作奸商活活打死了。我家500多亩良田和房屋财产全分给了那帮穷光蛋。可怜我老母亲和大嫂带着一群孩子，怎么活呀？老子跟共产党的仇，不共戴天。是啊，楚团长，你我之间是同病相怜呐。我大哥和二哥被共产党活活打死。我们马家原来在北顺是一个大户人家，可是被共产党搞得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，剩下我一人孑然一身漂流在这个世上。此仇不报，枉为男人呐。如此说来，你我真该同仇敌忾，跟共军拼一场。你我这深仇大恨，切肤之痛，有人未必能体会到啊。你指谁？据我得到情报，廖高轩正在秘密地跟共产党接触，很可能要投敌叛变。消息可靠？线索已经有了，正在查实。怪不得他最近一反常态，对共军优柔寡断，
对下属放任自流，就连逃兵都不加惩处。我得打电话问问他，到底安的什么心。慢着，楚探长，在情况没有查实之前，你不能打草惊蛇。我只是想提醒你，预先有个心理准备，万一廖高轩动摇倒戈，你我的仇不单报不了，反而成了共产党的刀下鬼，从此冤仇石沉大海。我绝不允许四十五旅发生这种事情。好，楚团长，有你这句话，我们北顺就有了定海神针了。来，坐下，我们慢慢谈。贺队长，您要去哪儿啊？管得着吗？你们之前好好的，你拉着我干啥呀？你是我爷们儿，我不拉你拉谁呀？我，哎，我跟你话说，啥事儿？啥事儿？啥？我跟你说，我悄悄话啊。你说，我前两天看见贺老七了，我跟他说，贺老七，老子娶媳妇了。你猜他说啥？他说啥？他问我，他说，他说咱俩睡过没？你怎么回答的？那我当然说咱俩睡过，本来就我媳妇，对不对？你胡说八道！真睡过呀？这么多人呢，就干啥？哎，国军兄弟别开枪！哎，那俺俩是唱东北梆梆戏的，那俺叫周小辫儿。俺俩给大家唱一段东北的那个地方戏《小白娘》，来。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，初一头一天儿啊，家家团圆欢儿啊，少的给老的来拜年儿啊，也不论那男和女儿啊，哎呦呦呦呦呦，哎呦呦啊，都把媳妇穿呐，哎呦呦呦呦，都把媳妇穿呐，哎呀，大春到处骂啊，新媳妇住马家呀，带领着小女婿啊。有，有回来了！有消息，注意掩护。这就叫四面楚歌。当年楚霸王被困在山上，刘邦派了4000楚兵去给他的
楚霸王的十万大军一下子就散了。吕座，这攻心战谁不会啊？咱们也搞几支喊话队伍，和他们唱唱对台戏，对着干呗。喊什么？我们的士兵还有力气喊话吗？跟共产党喊，让他们一块过来喝面糊糊。嗯。部队目前的情形非常低落，得想想办法。好吧，出去看看。放开！放下我们的粮食！放下！你给我放开！放下！放下！你给我给你们卖命守城，你得让我们填饱肚子吧。 留下我们的粮食！放开！留下！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谁要是再纠缠，老子我开枪了！把他们枪下了！张仲景，以他娘的光天化日之下抢劫老百姓的东西！报告吕总，我们的弟兄们。 已经饿得站不起来了，今天早上又饿死了三个，我实在看不下去了。你的命是命，老百姓的命不是命。你身为党国的军人，没有法纪观念，光天化日之下抢劫老百姓的东西。我没抢，我给他们钱了。长官。 我们不要钱，我们要的是粮食。家里就剩这点玉米面了，如果他要抢走的话，我们全家人都活活得饿死呀！长官，请您为老百姓着想啊！做主啊！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我想对不起你们，把张无忌给我拉下去，就地正法。是。吕座，吕座。 错了，吕座，我错了。吕座，念在我张凤吉跟随你多年的份上，您这回就饶了我吧。张凤吉，你是我的兄弟，民国32年就跟着我南征北战，战场上你是一把好手。可是今天违反了军法，光天化日之下抢劫老百姓的粮食。 老百姓是什么？是我们的衣食父母。有你这样对待父母，我饶你，军法饶不了你，良心饶不了你。拉下去，毙了！吕座，吕座，放开，放开！吕座，吕座，抗战胜利之后，您跟我们这些老兄弟说过，您要。 给我们娶媳妇儿，带我们回家，让我们过好日子。这些话，我张凤吉一字不落的都记住了。可现在呢？可现在我们一天好日子都没过，一天都没过，又被你带到了战场上。吕座，我张凤吉今天死，我没有怨言。可是豹子旅长。 您千万不能忘记您跟我们这些老兄弟说过的话呀！拉下去，吕座。凤姐兄弟，这是我今天的口粮，你吃了。 送你上路，这些口粮还是留给他们吧。带走。
慢点儿，噎死你个狗日的！多少钱？我还以为你不玩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们也太缺德了，天天没日没夜的喊太傅，喊的兄弟们直流口水，想干啥呀？你听见没？老子还唱戏呢，唱戏给你们听。狗屁！一晚上唱出去诈骗。哎，对了，张凤吉今天上午强卖老百姓粮食，让报纸给毙了。你说仗这么打，不活折磨人吗？仗都打成这样了，还较什么劲呢？这国民党是个啥样啊？豹子旅长他能不知道？这王本峰还要劝降啊？你把这信给他，老七。你有机会啊，你劝劝豹子旅长。这城里还有这么多的老百姓，咱豹旅还有这么多弟兄，白白搭上性命，不迟。好吃吗？刘总，这馒头和红烧肉是余成山让我捎给你的。不吃，你给老子扔了。我现在吃块肉，还得靠他施舍。这是他媳妇儿特意给您做的。他结婚了？定亲了，但是还没过门。李总，您说，等抗战胜利了，给我们老哥几个都娶媳妇儿，安家过好日子。现在看来，就这个余生山狗日的夫妻好，啊。贺老七果然和姓余的有勾结，刚刚他们俩在河边偷偷会了面，后来那个姓余的不见了，贺老七就直接拎着一篮子东西去见了廖高轩。我没敢打草惊蛇。见了廖高轩，明白了。七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管得着吗？没病啊。让你进了吗？哎，不是，你狗日的搞什么鬼啊？老七，进来。你把这封信给他送去。是。李总，你让他送的啥信呢？来，你坐下吃肉。哟，红烧肉？哪来的红烧肉？吃你的肉吧。哪那么多废话？算有点良心。
我想跟王北风谈谈。啊，把他给骗过来，玉祥崩了呀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打呗。玉祖，您不会是真想偷起义吧？大哥，反正你咋说我就咋干。那天把张凤吉给毙了，我心里很难受。弟兄们没错，北顺的百姓更是无辜的。只要能保住全旅官兵的性命，我廖高轩即使是身败名裂，又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老秦，怎么样？报到旅长回信了，赶紧给我，很急，让你交给王伟峰。余生山的信是什么信？说，那封信是不是廖高轩写给光军的？下午2点，董家坳谈判。正是。我想北顺情况复杂，
他想快刀斩乱麻。市长，你说的对，肯定是有人和豹子旅长作对。贺老七给我送信的时候已经被人跟踪了，我逃出来了，他被抓了。别耽误时间，别走漏了消息。如愿谈判，发信号弹。如果同意，发三颗红色的；如果不同意，发三颗白色的。盼子，要不要请示一下纵队首长啊？我怕来不及了。这么着急？ 我担心有诈呀。谈。李总，共军那边怎么还没动静？ 会不会贺老七没把信送到？按理说，他送完了信之后，应该回来禀报一声。李总，要不我到特工队找找看他回来。 是啊，看看吧，你认识是你的兄弟贺老七。他在河边跟共军的人秘密接头，被我当场抓获了。只可惜让共军逃了，廖高轩的信。 吕做的什么信？内容嘛，不太详细，但我肯定有重大的秘密，所以连夜把你请来商量此事。老七，你背叛了，巴斯旅长。 我不想背叛吕座，豹子旅长是我的恩兄，我跟随他多年，是他一手栽培的，我不会做不仁不义之事。可是，吕座若要投共，就怪不得我楚慕云了。 给共军的信里写的什么？我立刻接你回去疗伤。死了这条心吗？我贺老七是个爷们儿。老七，告诉我心里写的什么？老七。 你不要逼我，何老七，你不要不识抬举，啊！楚团长念及你和他是兄弟，不忍心下手，我可下得了手。你不号称是爷们吗？嗯，金玉和，哎，把他南哥给我割掉，我看他今后怎么做爷们。 大哥，快看！太好了，快去向吕总报告。是。
老七，老兄弟，你说句话呀！老七，你说话呀！ 伤人，这算什么伎俩？有本事冲我来啊！吕总，我们还是进屋说吧。老七，我一定会查到凶手，替你报仇的。我等他。吕总。 是不是我们跟共军的谈判走漏了风声？所以啊，是战是和，必须当机立断，否则还会节外生枝，出意外。眼下来看，112团和114团都没有问题。我担心的是，楚慕云的113团，这个楚老弟性情暴躁，对共党的成见又很深。 要不约他过来谈谈。到时候，等事情有了眉目，我会说服他的。另外，吕作孤身涉险，如果共军那边没有诚意，这谈判不就成了鸿门宴了吗？要不，吕作，周某愿代您前往。只要能保住全体官兵的性命，保住全城百姓。 我的性命算什么？你们是我最信任的人。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们一定要牢牢地把握住部队，防止内乱。保密局北辰庄的这帮人居心叵测，何老七很可能就是他们下的毒手。 天高皇帝，老子先把他们抓起来再说。你别去了，还是我去吧。文化帝口才又没我好，廖浩轩那是喝了一肚子墨水的人呐。人家廖高轩点名要见我，我不去，多丢人呐！我不做这没羞没臊的货。哎呀，你是一师之长，廖浩轩万一耍个圈套，扣着你不放怎么办？ 包政委，虽然我不知道这次起义能不能谈成，但是我认为廖高轩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，不会陷害师长的。哎，于正山，你这是替国民党说话，你这是？没有。哎，老李，平心而论，咱们跟廖高轩从鲁南一直打到东北，我觉得他是一个真正的军人，啊，他不会出那种下三滥的阴招。 他也不是一个出尔反尔、言而无信的小人。要是这样的话，我们争取他起义干啥？我直接把他干死不就完了吗？出发！
门前那棵老槐树，皱纹在脸上，岁月起伏。那枚空荡可有沧桑？